难怪你一直说不行的，换作是我，我也做不到。没事，我可以干嘛？本来要当女主角，应该好好玩哦。啊！我还是跟姐姐认识最近，你先写，一定要在那个角色，跟他说就是你，还是你先生就可以了。像我的身体，哦，我知道，本来他没什么意思是。他会附身在你的东西，跟你一起去电视台看你跟杰哥拍戏。对，我真的很想要看杰哥拍戏。阿宪，你现在有机会当女主角，你要好好的珍惜，拿出你的专业，不要被时事影响。对，我跟杰哥这还不是命。所以我更希望你能接下这句话，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继续被过去捆绑。如果你能跨过这道坎。或许我的心里会更好受。哇，你都不好意思讲，难得你会讲这种话。